今天来介绍一下东京企划今年秋冬最主打的迷你流苏马鞍包，5.5寸的手机，还有3D贝的真皮零钱包，还有女生一定要有的粉饼盒，再来是口红，还有口红，还有口红，还有指甲石，里面的夹层也很厉害，前面后面都有，前面我放了最爱的帕丽德。容量的马除了很大之外，它的背带可以做调整，想要斜背也可以，想要手提也行。这一次呢，就手提示范给大家看，这样子也可以轻松出门哦，推荐给大家。Hello， 我是轩琳，今天要来介绍一下绿色系列怎么在秋冬做搭配哦，快来吧！就是简单的牛仔衬衫搭配一个墨绿色的小包。里面的话呢，看得到吗？我会放一个零钱夹，这个的话是万用的零钱包，可以装很多。然后呢，还有必备的手机，再来就是女生一定会有的超多支唇膏，都放得下。这个就是我很推荐的小物哦，流行流苏小包。球小马鞍包，千万不要小看它的容量哦。让我们来瞧瞧它多能装：手机、零钱包、卫生纸、镜子、唇膏跟钥匙，通通装得下，是不是很厉害呢？不管你今天穿着正式还是休闲，都可以轻轻松松驾驭这款毛球小马鞍包。